些曾经你的认真，让我知道爱一个人会奋不顾身。走了一天了，喝点东西吧。会奋不顾身。我找过林强了，我觉得他欠你一个交代。这些还重要吗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，这就是他的选择吧。去了都，到底去哪儿了？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是不是不要严朗了？胡说啊，妈妈最疼严朗了，怎么会不要你呢？只是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神经紧绷的瞎担心了，要不然啊我们都得疯啊。我给妈妈留字条了，妈妈看到字条就会来找我们了。哎，你看周月月同学也这么说了，要不我们唱歌跳舞啊。哎呀，走好不好？哎，一块唱啊。哎呀，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嘿，怎么爱你动呀都不够，嗨，小苹果呀小苹果。他们都很担心你，今天晚上就好好放松一下。放心吧，我没事儿。不要勉强自己。我就像一颗种子，就去长出了苹果。严朗急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们俩怎么回事啊？我们严朗还未成年呢，就带他来看爹了。宋总，别瞎操心了，一个当妈的都一起来了，能有什么问题？这都几点了，小孩子都该睡觉了。哎呀，还都来了，来一起唱几首歌。对了，别只顾着聊天，继续唱歌吧。哎，没错。哎，等一下。哎，我说，你们这一天都去哪儿了呀？对啊对啊，快跟我说说。什么叫做每一个林桥啊？点一首赵乃吉的《最初的温柔》。严肃，来，想唱什么歌？我帮你点吧。我要去。一起来。哇塞，这样的 gentleman。简直帅到没有朋友好吗？帅到没朋友。嗯，我听出来了，你是想跟人家做朋友吧？想得美女。你这是嫉妒，纯粹的嫉妒。我嫉妒你。是。
你说正经的，你说才一天时间，宋宋能从林乔的阴影中走出来吗？我看难。世间这么多的背叛，该怎么去原谅？我问永远到底会有多远，不要给我答案。不再奢求在你身边，陪你去度过每一个瞬间。我不再去渴望你的关心，因为那更加心碎。你把所有誓言所有诺言藏在手中。宋宋，我觉得你比我勇敢很多。我是一个喜欢逃避的人，当初我去了美国，留下了你一个人承担这一切。我还不敢承认内心的情感，所以才找苏琪一直在躲避你。你知道我喜欢你，你不会想做我的女朋友好吗？宋宋，放下你心中不该背负的重担吧。如果你放不下，那就让我一个人来承担，你只要负责幸福就可以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你把所有誓言所有诺言藏在手中，化成一把火，燃烧我的真心，我的真意，将我变成一只飞蛾，在寂寞萦绕的夜空中飞过爱曾停留的角落。宋宋，你会一直陪着我吗？我肯定会陪着你啊。我要的是永远。我们分手吧，我们分手，分手。化成一把火，燃烧我的认真，我的执着，把我变成一只飞蛾，在夜深人静的夜空中寻找最初失去的温柔。别回头，别让自己在原地停留。你要妈妈陪你去男厕所，我带你去吧，来吧。王局，我想上厕所。哎，小沫沫，小沫沫，你等等我。大老爷们儿怎么跟小姑娘似的，上厕所还结伴啊？都走了，应该跟我说说今天和秦墨。你的歌，快唱。这首歌呢，那我就送给我最最亲爱的宋宋同学。不就是个林乔吗？一棵歪瓜裂枣树，我们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。应该提示哦，秦墨就不错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你不是很急吗？我们要来一场男人之间的对话。
好，说吧，怎么了？秦墨叔叔，你是真心喜欢我妈妈吗？不论你喜不喜欢我，都是很喜欢你的。你呀，你这些话从哪儿学的啊？小默默，你干什么？你们怎么在这儿？人家上厕所出来人都没有了，是差点迷糊都。走啦走啦，回包间了。好吧，走吧。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吗？明娇，为什么没去机场？总要有个交代吧。因为我已经不喜欢你了。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在一起。我们走吧。谢谢你给我这一切，我想我们以后都不必再见了。说好以后不要再哭。好啊，我们以后再也不见了。念宋，我希望你说话算话。你遇见我就不孤独，好想每天把你抱住，再也不要让你痛苦。我的眼里有一条路，拥有你一生的幸福。我刚才看到了，我带你去个地方吧。为什么要带我来这儿啊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等一会儿。可以开始了。干嘛呀？还搞得神神秘秘的。严朗跟我说过，说你很喜欢看烟火。
漂亮的烟花呀，你喜欢吗？你喜欢我就喜欢。苏琪，我一直都觉得我是个坏人，你告诉我，我是不是别人说的那种渣男？不是，当然不是。我对你和严嵩做的事儿，还有我对我爸不好，我从来都没有孝顺过。在工作上，我也独来独往，除了张望，我就没有别的朋友。还有，别说了，林娇，什么都别说。是我心里最好的邻居。都起来了，秦墨叔叔不见了，我找不到他。去上班了吧？昨天晚上我们一起回来的。是昨天晚上，还好周月和石小杰同学把我接回来了。你到底去哪儿了呀？我曾经想过，如果有人可以保证给你幸福，我就会退出，我会远远的祝福你们。这世界只有两个人，你和一个转身。我从来没有奢求过你会跟我在一起，但是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去保护你，去疼惜你。你要记住，就算你失去了一切，我永远都会是最后一个离开你的人。让我知道爱一个人会奋不顾身，藏在我回忆里的那个人，愿你现在过得幸福安稳。若再相遇人海黄昏，你是否还记得我的眼神，藏在我回忆里的那个人，有你我的青春才算完整。感谢曾经你的认真，
让我知道爱一个人会奋不顾身，让我知道爱一个人会奋不顾身。昨天晚上你秦墨叔叔带我出去散心了。散心？怎么散的心啊？为什么不带我去啊？嗯，因为太晚了呀，你要回来早点睡觉嘛，今天还要上课呢，赶紧去洗脸刷牙。吃饱了，吃饱了。嗯，来，把书包背着。嗯。妈，和秦牧师说是不是？是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好了，赶紧上学，校车在下面等你呢。嗯。小心点啊。严嵩，你的家乡是一个美丽的地方，不想因为你之前的事情留有遗憾，一起去吧，我在那里等你。